罗桑。怎么了？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们所有人都待在家里，如果有什么危险就进入楼上的重力室，那里非常结实。哥，怎么了？浩劫，一场全人类的浩劫来了。亚美利加出现了一头名为金角巨兽的怪兽，我红和雷神都不是对手，最强频率的激光炮也无法伤其分毫。在他的攻击下，各国的战争基地都在快速沦陷，他所带来的这次浩劫恐怕会比大涅槃更严重，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。阿瓦塔，国民遗迹的资料你都收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刚解析完毕。一号古文明遗迹位于百慕大海底深处，是一座高达1200米的银白色金字塔。这座遗迹极度危险，任何材料高手一旦跨进入口都会直接毁掉。二号古文明遗迹地处苏维埃特极北之地，是一艘碎裂的飞船残骸。这艘飞船的等级不够，不会有你想要的武器。31号古文明遗迹位于韩夏国境内的神农架深处，球形，直径超800米，表面散发大量无法防御的毒气。至今没有人能活着进入31号古文明遗迹。31号古文明遗迹也与1号、12号古文明遗迹并称三大绝境。我该进入哪一个？除了三大绝境，其他遗迹各国都探索的差不多了，去了也没有用。而1号和31号遗迹是必死之境，宇宙级强者去了也是必死。所以目标是12号古文明遗迹。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，进入12号古文明遗迹也有较大危险。这个时候，再危险也得上。我不想因为遗憾而后悔。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，就只能看着同胞死亡、民族灭亡、地球毁灭。为了不后悔，我必须燃尽最后一滴血，哪怕是死，也值得。主人说过，不管是恶人、善人，还是邪异之人，真正的强者肯定都有一颗坚定的心。罗峰就是这样的人。李大哥，听说你马上要去古文明遗迹探索，我来给你送个行。兄弟，有事慢点。走，吃啥呀？跟你说的就吃那个东西。行，我缠着很久了。大家还不知道浩劫的到来，以为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五大国已经秘密开始人类传承计划了，他们的战争持悲观态度。人类传承计划，